这次不是十包，也不是十五包，更不是二十包，也不是四十包啊，而是呢整整给咱发五十包的。现在呢个位数的价格，整整给咱搂五十包。看一下这个小包装都特别精致，每个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沫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啊没有多余的糖分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，特别的清香酥脆啊，满口留香。巴旦沫的香味混合这个瓜子仁的清香，特别好吃。关键呢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啊，只有巴旦沫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5.9的价格啊整整包邮30包，8.8呢直接给咱了50包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清香酥脆，满口留香，这感觉啊就像咱小时候一把瓜子放嘴里，特别过瘾。关键呢现在也不用扒了啊，哥姐们咱点开下方链接看下有库存的话咱赶紧去冲啊，5.9的价格整整包邮30包，大羊毛嘎嘎合适。